Hello，今天吃一个水煮菜，然后来点油醋汁。我也不知道咸淡倒了这么多，尝一下啊。还挺好吃的呢。有点酱油味儿，还有点儿有那么一丢丢酸溜的感觉，挺鲜亮的，挺好吃啊。这是零脂肪的油醋汁，健康饮食。还有一点甜口，哎，咬嘴了。健康、营养又美味。我超级喜欢吃虾，这么大个儿。这个胡萝卜好吃，甜甜的。哎呦，好像被我烫的时间有点久了。我的厨艺真的是有待提高。就感觉吃的好健康，你们也可以试一下。